摔了跟头的还有大美女妮可基德曼。近日出席纽约时装周的她被一名骑着自行车的记者撞倒，比摔跤更糟糕的是，花容失色的妮可基德曼还被其他媒体拍下了各个角度的丑态。优雅形象示人的她实在无法忍受丑照外流，决定将该名鲁莽的记者告上法庭。